早安，我们现在要去槟城给他抽大姐去复诊，医生叫他两个星期再回来确认一下没有事就好了。槟城我们来了，比亚迪的车不错啦，还有天窗。去槟城，我们从吉林走18弯的路 ，to highway。这里就是松安仁布，双击松安仁布。看这里卖榴莲的，好多榴莲卖。松安仁布的人要去槟城，通常都会走这条18弯路，前面就是18弯，看到吗？榴莲树，这每一棵都是榴莲树，这么多榴莲树，一棵一棵的榴莲树啊！这里就是18弯，它的路很小条的，而且开车很小心。哇，上面都是榴莲树哦，榴莲千万不好跌下来哦。这就18弯，看到吗？它的路好弯啊，都是榴莲树的弯啊。刚才在天窗上面拍，这是真正的18弯，看怎么弯，这里开车要很小心。这里就是蒙光，这就是蒙光，这里是早上起来运动的，是蒙光的水坝。蒙光隔壁是老人院。是啊，他以为是正常的历史物。这里是傍晚走到晚，就是上高速了，北海这个高速。所以去槟城就很快，如果没有堵车的话，从吉林去槟城40分钟就可以到了。现在我们出高速，北海吉林高速。现在是9:30了，所以大桥应该是不会堵车了。看这里三叉路就知道大桥应该不会堵车了。这些车霸在路边，他们去槟城是卡铺的，就讲大家配合一辆车。今天很好耶，没有堵车。我们过大桥4.59块。所以9:30过大桥就没有堵车了，很好嘞。如果太早就跟那些上班族一起堵。哇，这么大声哦，叮咚叮咚，好像人家不知道这样。
太棒了。带大姐去拿 number 先。那我们大姐来复诊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找点心吃喽。我们小兰藏在那边呢。OK， 我们去吃点心喽。Ice cream 车来了。我会撞到吗？不会，刚刚好。Brownie Mall 咁大。找到一个卡巴喽。Hi BYD. Turn off the blind. Okay, close the blind. 点心在前面，要走路过去，因为很难找那个停车位。这里也有一间点心，很漂亮，大富豪。但是我们不是要吃这一家，有人哦，这家。呀，看我条档就在前面而已。这个是出名的椰饺火条汤，本来我们要吃点心的，变成跑来椰饺吃火条汤。平时很多人哦，今天给我们机会来吃，就吃这里了，不要吃点心了。这是老板娘，京城著名的椰饺火条汤，四碗加料的，哈哈。这是加鱼盐、加肉片的，四碗都一样。我点单五个人呢。OK， 我现在帮你。Amy， 咖啡好亮。
我的汤不错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好吃好吃，我吃到干干净净。就他自己做的。吃饱了，给50块，看找多少钱啊？45块，哇，很快啊，算数。这果条汤加料的，加盐加料，一碗10块，咖啡2块，这全部45。吃饱喽。买什么点呢？这里有卖菠萝包，啊，这价钱这么高，我们就买一粒菠萝包给老弟吃而已。这粒菠萝包5块半，这边有一家一桶，是咖啡来的，这是香港餐来的。这家店到底是有开还是没有开 ？Tomorrow English Cafe。你知道厕所的？他们是看了 H 旅游。好惨。好的。这个是老虎。对面。我天，超过。哎，不准了，用威莎姐。哇，好多跑车。不止。冰城人好有钱啊。可能不是冰城真的。哟，里面的女子脸这样白。这就是码头，我们常常去上船的地方。我们印度人什么意思？太难。码头就在前面。前面有一个人在拍照啊，注意安全。很紧张，爸，你不要拍照。他是敢讲，不怕的，我们太美。这个卡巴就是我们来上船的时候扒的地方。真的？大姐讲这个是全饼内最好吃的那些的吗？是阿里那些的吗？哦。这里就是上船的码头。相信我儿子。也上幼儿园。对，转右。我们现在去格尼走走，时间还早，不要在医院等。可是我想听他们讲话。大姐，去弄。我们又回来罗关来了。应该差不多要到我们了的。这样看一下医生就266块，两毛。所以记得哦，一定要买医疗保单哦，不然真的很惨啊。搞定喽，可以回家了。我们的小蓝又在那边。要买茶叶可以来这里买。我们回家喽，又看到E-gate了。蛋糕啊，大姐的生日其实今天，哈哈哈。
这个是翁金信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今天拿了一粒榴莲蛋糕。没有，我妹妹买给我的。啊，妹妹买给他。妈咪。那你们挖榴莲就是做这个蛋糕给你。一直讲我给别人认为的。快来拿。我们来吃印尼餐喽。今天是大姐的生日。这就是那天我买的榴莲。第一次来这里吃，完全没有，我们两车去啊，都去到新疆了，还不知道。餐来的，这个红茶呀，这个它专门这边煮哦，这个是呀，进去给我讲酒味呀，你要吃好的时候还讲，它是这边没有那个的，然后看。厨房一定很多人的啦，没人去。咖啡不错，这怎么了？这不辣，这是酸辣炸鱼汤。OK， 那炸鱼，哇，碎了。哦，这个粉丝我喜欢。哇，对啊。哇，很香。哇，很香嘞。哇，真的很香，真的。有酸辣味道。哇，它的鸡腿好料啊！哎呀，冰耶。哇，大姐的生日吃好丰富哦，晚上还有一餐啊。哇，这样白都是美啊，看到流口水是不是？哦，我先吃喽，流口水喽。这是什么汤鹅啊？这是魔鬼鱼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魔鬼鱼，来看。Yes。 哇，魔鬼鱼好香啊，吃吧吃吧，我们吃了很多了，不错，好吃，鸡肉很香，炸得很脆，吃到一半了，听到了，我不接后讲，猜一猜看我们吃了多少钱，这是他的地址啊，他的地址就在这里，看一下啊，我们吃了多少钱 ？Yes， 我们吃了100.55元，不错，好吃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那 Icon City。Icon City 啊，它地址在这里啊，看清楚它的地址。不错，好吃，吃到干干净净。你看这个 Birthday 哥还在吃，这是翁金信啊。今天我们要给他礼物呢，就是给他。subscribe 他就可以了， subscribe 他的平台翁金信，就是给他最好的祝福和礼物了。你们来，如果有来这里吃哦，这个一定要叫这魔鬼鱼的香蕉叶，魔鬼鱼的一定要叫，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，吃饱喽，外面好热啊。前面就是布拉比，我现在去南烘喝咖啡。
南烘那边的那个碗汤面很出名的，还有那边的阿崩巴利好吃。这里就是南烘，那安哥卖云吞面卖了几十年，还有阿崩巴利。那隔壁还有卖糕、哦、这里就是布拉贝大树下的云吞面，好吃。量两盒12块，一盒6块。你要不要跑？你这个好吃啊，这个，这叫什么？那个。这个。阿崩。阿崩。阿崩也不懂。这个阿崩2.4块，一片8毛。咖啡也是2.4块，这样一set4.8块。这云吞面就不老钱了、哦。云吞面6块，6块。嗯，阿崩好吃、哦。里面有香蕉大棚，这安迪杨哥卖了几十年了。南边很脆的，好吃。打包一包云吞面给老弟吃，5.5块打包的。面不错，好吃，吃到干干净净。这里有点鱼店，隔壁就是卖面的地方。好了，我要去接老弟回家。又来跑步，又看到这幅墙。今天那画家不在哦，不然我要给他打电话。因为有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之后，他们要给他画。哦，今天帐篷全部撤到完了。哇，今天的夕阳好美啊！现在要去山顶美景泰国料理，这就是山顶美景泰国料理，我们来喽，走路上去把半死。Homestay， 这是他们的 homestay 来的。呀，我们到了山顶美景泰国料理。
手指头尖。生意很好哦，这里。生意很好嘞，他们。他的鱼有价钱了的，看到吗？他的鱼有定价了的，所以很好，这样人家就被感觉到有问题。我们来到这里9:30了，这里的店10:00就要关了。我们是最后一桌，所以出菜很快，马上就出来了。我要吃的菜很多都卖完了，臭豆也没有了。人家的鱼这么大条才60块，那天我中90多块中枪。他们出菜很快哦，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桌了，9:30才来的。因为刚才我订早了，没有位。今天有几样菜我要吃的都完了，所以没办法。这这这不要等哦。哇，它鱼好亮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！我们一家人都赞它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这泰国餐很好吃。看我们吃到干干净净就知道好吃，一定会倒回来吃。我有胃痛了，都敢敢吃下去，好吃啊，真的是好吃。马来话叫做吃到淋尽淋尽。猜猜看，我们这样吃多少钱？它的鱼是定价的60块。有一些跟几个教材没有的，所以会比较少。132块，价钱公道。但是公道。至少好吃，好吃就可以了。好吃啊！132，可以啊，值得。大姐要唱生日歌喽 ！Yes。Happy birthday 啊，大姐 ！Yes。1、2、3，你也唱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大姐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喜宴，快点！猫山王的 gay， 我们厉害嘞！9:00才来这边吃，所以包场，可以在这边唱歌，哈哈！如果太早来，人多就不能了。这个翁金线 YouTuber 今天生日，我生日完就剪片啊，所以你们给他最好的祝福就是 subscribe 他的频道翁金线，要请你们吃蛋糕。Alright， 这是猫山王蛋糕啊，
喜宴 ，yes。我觉得这样美啊。你这样拍对。有一个新的，你们给翁金线祝福啊 ！Subscribe 他的。翁金线 YouTuber， 今天我们专程九点才来这里，因为他十点就关了。那么我们可以包场，吃饱了之后还可以这边唱生日歌。太好了，这个环境。OK， 我们可以吃蛋糕喽。哎，看里面的那个。来切给了 ，yes， 耶！我们用很特别的方式吃，反正一家人没事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弟，木兰，最特别的方式吃。那你们讲，你们挖一口嘞，对吧？哇啊 ！Thank you， 老人。我们吃蛋糕吃到挖到一个洞。相对比较快，里面是榴莲。吃饱了，我们包场。吃饱了，我们是最后一桌。回家，回家。总结这里好吃。搞不了啦，还搞。吃饱了，要回家了。这是他的酒店，民宿酒店。给他回家了，拜拜 ，Good night。